我跟这个畜生来到这儿了。 你找我干嘛？坐下，陪我喝一杯。你把我叫来就是为了陪你喝酒？我很忙，你知不知道？你忙什么？你是我什么人啊？为什么做什么事情都要跟你解释啊？我没时间陪你，我走了。你现在有靠山了是吧？啊？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，你把我逼急了。 我把你那些艳照通通送给江正峰，我让你竹篮打水一场空。不要，阿泽，不要！求求你，你不要把东西照片给别人看好吗？我给你道歉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不该惹你生气。我以后再也不敢了，好吗？我给你钱，我有钱，你不是说要200万吗？我给，我明天就打给你。阿泽，不管怎么说。 我也算是你的女人吧，你要是把那些照片给别人看了，你就不心疼吗？再说，万一要是江之凡知道了，行了行了行了，我今天啊是被江浩天给小子给气糊涂了，没事了啊。你说什么？是江浩天把你气的？你见到江浩天了，在哪儿？他有没有跟美希在一起？加油站等自己。哎，对了，美希是谁啊？ 哦，美希是我妹妹，就是我吃饭睡觉那家人的女儿，江浩天看上她了，再追她。对了，你不是说让我想尽办法、千方百计，一定要拦着江浩天，不让江浩天结婚吗？你看看你，慌张成这个样子，至于吗？江浩天的事儿，我已经教过你很多次了，这个你自己拿主意。咱们俩现在最关键的是。 抓紧一切时间，想办法把江氏集团的钱给弄出来。我知道，可是现在江老图还在医院里住着呢，我不想太早打草惊蛇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啊？ 等我们两个的人头公司在国外注册成功了，到时候我们不是想什么时候动手就什么时候动手吗？好，就按你说的办，钱一旦到手以后，该入我的账就得入我的账，一分钱都不能差。你周大安的眼里就只有钱，除了钱，什么亲情啊、友情啊、爱情，在你这儿都是虚的。 为什么？
为什么会这样？姐，你怎么可以对不起董事长呢？难道昊天说的都是真的？你嫁到江家只是为了他们家的钱？我不相信，我不相信。对，姐是被周达安强迫的，他一定是怕那些裸照曝光。对，一定是，一定是的。可是他们，美心，你去哪了？走，你怎么也不说一声啊？打电话也不接，胡闹！你电话怎么了？嗯，能告诉我吗？电话怎么了？对不起啊，手机摔坏了。又摔了。你知道吗，美希，我在这等了你一个晚上，你下午再不回来我就要报警了，你知道吗？谢谢。干什么去了？我这不回来了吗？我没事，不要为我担心。别问了，我想回家。我送你。回去吧，我没事了。嗯，我也不问你了，反正你自己做决定吧。嗯。哟，来了。哎呀，这日子选的真好啊！啊，你看天多透啊！啊。天透，哎，我以后也选一个天透的路啊！你选什么天透的路？天透啊！你想说什么？就看星星啊！你昨天晚上看一宿星星是吧？星星好看吧？是吧？特别好看是吧？你别乱说行吗？嗯，我怎么乱说了？江小天，嗯，这样啊，美希是个成年人，嗯，她有权利做她的选择，她有权选择她是不是看星星，跟谁看星星，好吗？行。当然好了，可你不带着兄弟去带去看星星的话，你就不够意思了。我觉得你特别无聊，江小天，你知道吗？怎么了？我是无聊，昨天晚上天天呆呆的，什么看什么星星啊？你有病吧？小陈，小陈，病怎么了？哎呦，小陈，我求你了，你回去行吗？我求求你了。真的挺无聊的。我一会儿就把经理他给你送过去啊。好的，等会儿啊，真凡，再见啊，待会儿见。你昨天晚上一宿没回来，回来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想溜啊？你去哪儿了？是不是跟江浩天在一起？
整个家里最不想知道我昨天晚上去哪儿的人应该是你吧？你什么意思啊？那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我在医院照顾你姐夫，怎么？哎，我说你跑出去一晚上，妈现在反过来问我去哪儿了？那你认为我昨晚上去哪儿了？难不成我出去胡搞了？你别乱想，我只是说，我这么大了，你就别老管我了。你是我妹，我怎么不管你呢？行了，你别问他了。昨天晚上，美西和我在一块儿，跟你在一块儿了，那去哪儿了？昨天晚上我和美西保持这个状态，保持了一宿。哎呀，姐，你别听他的，我没跟他在一起。美西，你就别撒谎了。你姐是个撒谎机器，你跟她撒谎，她一眼就能识破。你就不要添乱了，好不好，江昊天？美西，咱俩有这档子事儿，对吧？迟早都会被人知道的。哎呀，不要让人误会了，早点说清楚，怎么样？美西，你要是不自己说清楚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，那我就只能相信江昊天的话。你们两个昨晚上一整晚都在一块儿，你竟然敢不听我的话，我不会原谅你的。你们爱怎么想怎么想吧。美西，江昊天，我不管你是不是想用美西来报复我，还是真的喜欢他，我不会让你得逞。怎么说？我也算是你的女人吧。你要是把那些照片给别人看了，你就不心疼吗？等我们两个的人头公司在国外注册成功了，到时候我们不是想什么时候动手就什么时候动手吗？做你这样的人朋友，太危险了。错，你应该说做周大安的女人。现在就我们两个人了，你告诉我昨天晚上去哪儿了？你出去。有什么不好说的？你告诉我。你出去。美西，你怎么了？你为什么一定要逼我呢？你为什么要知道我去哪里呢？很重要吗？因为我在乎你啊。你在乎我就这样对我吗？我是个成年人了，我去哪里我自己有权利去支配我的行为，你不要老限制我好不好？我没有限制你，因为你是我的女人，你听懂了吗？江昊天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出去。美心，你告诉我，昨天晚上你到底跟谁在一块儿？我刚才已经跟你说过了，昨天晚上美心跟我在一块儿。你的话我不相信。为什么不相信？我要美心亲口告诉我，因为你嘴里没实话。美心现在已经很烦了，她无法告诉你，知道吗？你知道她很烦，你还在这里待着，你赶紧出去！你出去！你出去！我不要再吵了，都给我出去！为什么要逼我？为什么要逼我？我没有做错任何事情，你们为什么要逼我呢？
现在出去吧。你出去。哎呀，你冷静一下。你让开，让我进去。不让。我说，你站在这里算怎么回事啊？把门啊？没错，就把门。江浩天，你们这是干什么呢？浩天。啊，没事，没事。姐夫，怎么？哎，我说你跑出去一晚上，妈现在反过来问我去哪了？那你认为我昨晚去哪了？难不成我出去胡搞了？你怎么可以这样睁眼说瞎话呢？你明明做的事情，你竟然撒谎撒得那么自然。这么辛苦，我们终于有一个家了，你为什么要去破坏它呢？姐，你怎么可以做出这样的事情来？